日前袁靓靓晒出咗同翁杏兰同埋姚康妮嘅合照，仲写住话：三个老友，33年，我哋永远无话不谈。从相中可以见到，佢哋影合照嗰阵头叠头，又搭晒膊头，可以见到佢哋感情深厚。翁杏兰当年曾经拍过电影，但喺1994年就退出咗香港娱乐圈，翻翻美国。而佢喺美国期间冇放弃过演艺事业，间中接拍美剧，近年更加成为舞台剧嘅导演。佢都不时翻香港同靓靓、梁小冰、姚康妮佢哋聚会。54岁嘅佢虽然已经冇咗港姐光环，外表睇上嚟比以往老咗唔少，但佢嘅招牌笑容仍然喺度。